谢谢贝宁先生，各位嘉宾，今天让我再进一步的指出来，今天最重要的目的在开这个大会，是让我们支持中国在自主创新方面的努力，让我们中国人在 power 架构上自主开发，自主的拥有知识产权，为我们中国在 Internet of Things 的建设提出贡献。今天在各位嘉宾的演讲之中，在今天的媒体朋友的发布会之中，您会看到我们在这个 Power Dialogue 的会员，以及在这个领导这个创始会员 Freescale 跟 IBM 的这个领导下，对支持中国自主创新方面的努力所下定的决心的支持。所以呢，谢谢。现在请这个方先生呢，对我们的今天的议程呢提出介绍，谢谢。
并且呢，在中午，尤其在中午休息的时候呢，请在1:20以前呢回到桌上，因为我们有一个抽奖的活动。那今天的这个抽奖的这个奖品呢是非常好的索尼游戏机。那么在下午呢还有两个这个抽奖的活动，在结束以前，包括在结束以前还有一个。那最后呢，我提醒各位，就说呢，在您的拿到的这个资料里面呢，有一份就是对这个会议的这个评估的这个表，请各位呢在结束的时候呢把这个表填好，然后呢交给工作人员，以换取您的这个纪念品。好，谢谢。那么现在呢，让我介绍今天大会我们议程的这个领导嘉宾、演讲者，中科院博士，这个孙嘉欣孙博士。我想认识孙博士的这个朋友们都知道，孙博士在推动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地下探访这个。孙博士是中国工业的信息化软件集成电路促进中心集成电路处处长，并兼任国家集成电路公共服务联盟秘书长、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嵌入式专委会副秘书长。现在请跟我一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孙博士给我们演讲，谢谢。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我现在我们国内电子产业同样在这个经营上有没有意义？
过去十年，我们在谈一个总结，就是说第一点，产业规模不断扩大。我们2000年的时候，今天的设计不到200亿，那么到了去年，我们大概是1500亿，应该说增长还是很快。那么我们的销售收入在全球市场的份额又不到这个两个点，增加到将近9个点，就增长还是很快。另外一个就是商业的比重，我们讲商业的比重的时候，就是说我们看到目前我们国内汽车产业的主体是中国市场，它的占比国内50%的比重，然后呢30%是制造，20%是设计。这个地方我要说一下，实际上我们国内汽车设计的产值可能比360亿要多一些，我觉得啊，这是总汇的一个数据，我觉得分汇的数据大概是500亿，所以我个人认为呢，我们今天的设计的情况可能比这个数字要乐观一些。另外就是技术水平，目前我们国内做14纳米呢，也有很多企业在做。然后呢，就是包括这个硅谷 DSP 8和这个几千瓦，现在国内都有人在做。应该说呢，在技术水平上来说，还是有比较大的进展。另外一个就是优势企业不断崛起。我们说去年过3亿那个企业大概有2家，过2亿有5家，那不算那2家啊，过1亿有8家。那么应该讲，我们出现了很多在市场当中历练的企业。那这里也可以提一下苏州国芯，那么是一个在我们国内做嵌入式 CPU 领域市场化程度很高，专注于国内的市场，应该说做的很出色的一个企业。应该说呢，这样的企业出现，为我们的产业提供了强大的产业链的互动。这是国内，我刚才讲的，就是整体上下游之间并购、这个参股、控股这样的事情，在国内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那么人才问题，像这个罗伯特戴博士对吧？就是硅谷创业，应该说呢，产业跟资本在国内的良性互动比以前要好。公共服务，那么我们深圳，周德明周主任的这个 ICC 做得也很好，然后呢，很多企业在他们的周围集聚，应该说呢，这样的一些作为这个机构也在产业的过程当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么我昨天就讲一下，就是我们讲了电子硬产业，讲完全面的产业，那么我重点先讲一下，就是说芯片跟整机这一块的互动的问题。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半导体。是电子产业之本，什么意思呢？我们说 IBM 把 PC 的业务卖，惠普把 PC 的业务也要卖，但是我们看 IBM 的收入，实际上 hardware 的收入是很低的，但是 IBM 并没有卖半导体的业务，对吧？一直还在这个做研发投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苹果做了一个企业在自己的产品里，那么这个系统有什么意义呢？我觉得第一点，第一，这个系统降低了它的成本，对吧？我觉得第二点，这个系统防止了 copy， 就是山寨，没有办法山寨进来，因为你这个系统没有办法拿到，你即使把它把这个外壳打开，你可以碰到其他的产品，但是我用这个系统也是没有办法拿到。所以说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认为半导体恰恰是变成新产业之本，很多企业必须要在这个上面下功夫，才有可能使自己的整体的业务得到很大的提升。那么第二，我们国内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产业错位现象。什么叫产业错位？我们说我们看到一个很清晰的产业，目前来看从 call 到 check 到 solution， 最后到我们的 product 整机。那么在这个产业当中，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大家经常谈到的 total solution。 很多企业都乐意谈这个 total solution， 就是 IP 的企业要卖 IP 给 SOC 企业的时候， SOC 企业会要求他说，你不能只给我提供一个 call， 你还得给我提供一个清域，特别是 CPU 的，你还要给我提供基于你的 CPU 的一个 core 的 solution。 OK，
哎，你喜欢做生意，做。同样的，当然说是用气势，这个企业要卖气势给下一个整机的时候，整机说：“对不起，你不仅仅要给我提供一个气势，你还要给我提供一个神识。”于是乎，芯片企业偷偷神识，这个整个的氛围就很累，他都谈神识。那么这个链条应该怎么样？芯片企业的活 ，IT 干。整机企业的活，芯片干。整机企业好像是轻松了，整机企业做生产、做品牌、做销售。那么，在这样一个长期以往的思维过程当中，使得我们的整机企业丧失了基于 chip software 的生产原理，使得我们的整机企业越发依赖于上游的芯片企业。那么，这样一个偷偷神神的这个错位，一方面提高了上游企业的成本，实际上最终损害了整体企业的盈利。我们说一个整体企业用一个视频换，我们说你现在国内有好的企业，你都能替换一下。第二呢，这个我们的公司干了，这就是我们的面临的一个最突出的，我认为就是说产业错位。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我们跑了很多整机企业以后，大家对国产的芯片有哪些问题？可靠性问题，简单一点 ，performance， 一个 support， 那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的 roadmap， 你今天和明天在不知道。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应该说很多整机企业，因为我们今天讲这个话题，是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整机企业，所以我觉得我在这儿讲这个话题还是比较合适的，正好有这个机会。实际上我们国内的芯片水平跟能力，我觉得跟前些年有很大的区别。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在不同的分支领域里面出了能力很强的企业，比如说在芯片里面这个展讯，我觉得在很多的方面他们是领先的。那么像数字国芯，他们在信息安全的嵌入式 CPU 方面也有很好的优势。那么这些都是实际上都是我们国内芯片行业的一些好方面，但是呢，因为我们跟整机以前啊，这个理念还没有共存，所以说呢，大家看的不是很够。所以现在我就想讲讲现在正在做的第一个，就是国家重大方向，就是一贯向，是一个重大的思路，就是通过整机带动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几年当中安排的项目比较芯片，那么。包括今年的项目安排，其实资金是比较整齐，是希望通过整机企业用来带动这个芯片的研发跟资源啊。我觉得这是一个专项里面是做的一个重大的变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公共机构在里面可以发挥它的作用，包括我们的几个 ICC 在内。那么我讲一下我们做的一些工作。我们有一个年度的重心的品种，在座各位很多知道，我们国内合上来的企业基本上都有参加这个活动。这个是我们的 logo。然后呢，我们每年评十个企业，其中有五个是本年度在市场上销售最好的企业，有五个是刚刚研发出来还没有什么市场，但是我们认为它在未来的销售当中会取得很好成绩的企业，是的，最佳市场表现就是最理想的。然后今年我们参加了两个，一个是最佳创新，这个奖是给整机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很好的评估适用国内的芯片，我们给一些鼓励。然后呢，我与投资商，国内我们知道有很多投资商，他们也在找一些好的项目、好的企业合作。我们呢设一个最具投资价值企业，那么这个奖将由不是国家提名，是国内的投资机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今天在深圳，我回顾了一下，我们深圳总共有四家企业在过去的五年当中入围这个奖项，一个是金邦，一个是星海，都比较熟悉啊，比亚迪、国威，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在深圳本地应该是个非常出色的企业。第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企业在做，就是我们跟
经济结盘，你愿不愿意对国内的芯片厂给打底？愿不愿意评估试用采用国内的芯片？我们找了很多的整体企业，他们反馈比我们想象的当中要好多，实际上他们有迫切的需求要用国内的芯片。所以说我们上个月在雷克纳克达姆开了一个会，叫中国芯片成就中国品牌，就是因为国内的市场做国内的品牌。我们与这个徽州康美欧与上海的厂商联合来做这个事情，实际上他们做的很好。那么创业中心主要就是评估使用采用国内的中心产品，优先考虑国际中产项电子发展基金共支持的中心产品，与国内的优势中心企业联合定义开发中心产品，做好共同做好中心产品的宣传推广，这是我们对芯片中心的定位。那么最后我做一个总结，我认为脱钩手术造成的产业错位是当前我国电子产业大而不同的证据。那么要解开这个证据，我认为整体与芯片的联动，特别是与国内芯片的联动，是产业正位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么最后呢，也祝大会圆满成功，祝数字革新的 Power 系能够取得成功。谢谢大家。
把这个设计中心已经往这个亚洲迁移，这说明呢，这个市场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得到重视。那么另外一个东西呢，我想大家分享，为什么这件事情出现呢？因为啊，随着这个整个这个世界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新的产品，尤其在亚洲，就是不断的发生。其中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看到在这个深圳，一个星期以前，我们举行了办一会，其实办一会到中午，但是呢，到了中午以后，我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很多精力，把这事情呢办得更好、更加完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呢，亚洲这个市场它大的本身的原因，第一个呢，不仅是以前我们很多东西是靠外销，就说这些东西呢，就是说。是这个外需给我们带来很多这个本地的企业的一些的发展，但是呢，过去的五年、六年，对吧？还有这个未来的时间呢，相信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呢，我们的内需会极大增加，因为这个内需呢，会刺激的本地企业以及呢这个外资企业，对吧？为这个市场提供更多的这个产品。举个例子来说呢，从过去这些年，我们看到这个。孙博士也展示了一个问题，就是说电视已经完全的从国际的发展到世界知名品牌，基本上是处于亚洲。那么现在你看呢，就是这个手机，全球有五大品牌，其实有三个呢也是来自亚洲。那么我相信呢，这个现在上面有一些家电产品，我们呢慢慢也会呢在走向亚洲进行使用。这说明什么东西呢？说明呢我们这个消费品。是每一个人都会用到。当你消费品成为国际品牌的时候，其实呢，你的国家和区域的经济呢，慢慢就走向发展。还有一个原因呢，我觉得就在中国对吧，和亚洲或者是这个我们印度这边来看的话，就是人口增加，人口永远是你需求、产品需求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元素。那么在未来的15到20年内，中国和亚洲啊，这个最大的。一个就是城市，这个人口会城市化。据统计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6亿人口在将来的15到20年会呢从这个城市或者一些边缘呢，移向这个城市的边缘。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说明呢会有很多的建设措施要随之而增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两个事情发生。第一个，刚刚我们讲的。当你人口增加的时候，你会需要很多的这个基础设施，比如说公路啊、桥梁啊，这个等等，比方说我们基本的教育和这个医疗保险等等。那么这些东西的产生以后呢，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我们用到的能源的消耗，我们问到的很多的这个资源的需求。那么对一个半导体行业这个应用来讲，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很多的东西呢，都在集中在一起说，怎么样去。降低能源消耗，怎么样去这个让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地球啊更加的环保？那么会需要很多的这个企业，需要很多的这个半导体的一些东西呢来支持它。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想分享一个东西呢，就是说在这个将来未来五年之内呢，像我们刚刚讲要降低这个能耗，那么就会需要很多的这个比较智能的这器件。说大家非常关注的智能网对吧？还有呢智能家电，那么这些东西呢，都会在中国、印度其他国家发生。那么有个报告呢，我们希望大家谢谢大家，就说在未来五年之内呢，将会有3亿的，这很大的数，3亿的这个器件呢，会连接到家庭和企业中去。那么这些事情呢，就会需要我们花很多时间、很多的精力跟大家一起呢。去改变，或者是呢，是创造这个未来。这些东西呢，我觉得呢，都给大家给我们传达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信息。这就是说呢，这个随着亚洲刚刚讲的一些例子，跻身这个世界经济舞台中心的时候呢，半导体的需求一定呢是在加速上涨。那么随着这个产业化，半导体的产业化，这个向着亚洲的中心。转移的话呢，我们亚洲呢就非常需要一个比较先进的技术。我觉得还有企业的其他企业一起相关的解决方案，来帮助这个
亚洲不经济的成长。那这一方面呢，我坚信呢，我们整个 Power Architecture 能够发挥到它的作用。另外一个情况是，就是说，随着我们这个 Power Architecture 不断的这个引入到我们企业年度不断扩大，那么这个技术呢，它能够支持整个亚洲呢这个经济的发展。那么对 Freescale 来讲的话呢，我们前不久呢也推出了一款新的这个 Core IP 的一个多核的平台，它呢也是基于这个 Power Architecture， 那么它的性能比以前呢要超出四倍。那么呢，我们其他部以外呢，还有很多像这个 Omniverse 单子的多处理器的引擎。然后这些呢，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因为你随着这科技的需求的发展，随着应用的这个需求，我们非常需要这种多核的这种，而且呢是这种 high performance 高性能处理器呢，来满足这个应用需求。比如说在航天、工业、这个机器人、存储是吧、医疗、设计这些应用方面。刚刚讲的应用是吧，但是呢，我们一定要有非常强大的这个芯片技术来支撑这些技术的发展以及应用。那么，刚才这个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说了，就是 Freescale 呢，一直呢是这个 Power Organization 的一个核心成员。这个这么多年以来呢，我们终身也是跟这个 Power 一样，是帮助我们客户一直成长，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解决这个我们碰到的问题。还有一种重要的事情，我想分享给大家，是说，其实呢，任何一个技术也好，产品也好，都不是呢单一的一个人或者某个小的这个团体所能完成的。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看一看所有的最新的技术，对吧？都是呢通过一些合作的团队来完成。那么今天呢，我们的 Power Organization 啊 ，Power， 我觉得正是这样的团队，而且呢，也是这个我们举行这个会议的宗旨，就是把这个 Power 成员集合在一起，让大家一起分享当前的技术，放在一起呢，能够去展望我们自己的未来。那么今天的话呢，这个我刚看了这个 agenda， 这个 agenda 是非常的丰满的 agenda， 而且呢，你看出从这个国际上啊，国内这个知名公司把这个 Power 技术怎么样推向往前的进步的这个前端。那么下午的话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主题，就是呢 ，Think Power Future。我觉得呢，任何一项技术，其实呢，我们只关注现在是不够的，一定要想想看我们未来有什么，它的未来给我们带来些什么东西，我们能不能够依靠的技术，能够去把握未来。所以呢，今天下午一个很好的一个研讨会，那么有呢这个六位呢从这个业界的顶尖的领袖呢，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技术的本身的内涵以及将来的一些前景。那么下面呢？作为我们 Freescale 来讲呢，非常的关注这个 Power 这个技术，而且呢，对这个会议也会表示我们最大的支持。好，最后呢，谢谢大家，预祝大会成功。尊敬的各位来宾，上午好。下面我是苏州国兴公司的郑江。那我今天的报告的情况呢，叫 Simple 的昨天、今天或明天。那我今天跟大家介绍呢，首先介绍一下 Simple 的一个简介，然后呢，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苏州国兴
应该基于 RDM Power PC 架构的一个技术领进，然后呢，在这基础上呢，讨论一下我们未来的 C project 的规划。那是 C project 是一个，在那我们新破的一个目标呢，是希望能够成为中国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嵌入式 CPU 技术的这个集中商，同时呢，也成为中国高端类似 CPU 的集成设计的服务商。目前公司呢是我们在天津有独立的子公司，那么员工有100多人，其中的有50%以上是这个硕士博士的学位。那么我们获得呢政府呢很多的这个支持，在国家重大专项上我们获得2项支持。那么我们呢在中国成立了中国嵌入式 CPU SoC 设计产业的巨额创新平台，那么 CPO 呢是发起单位，那么我们有9所高校、11家研究所跟22家的重点企业。那么应该说这个国家领导人呢在 CPO 的发展也感觉很多的关注，从那个主管我们科技的工作人员到现在主管人事的这个工程部长，到工程部长那个国资委的科技部长总书记都接受采访。那我现在这个一个龙马版的是我们在这个3代系列是跟 Cortex M3 系列，在4代系列是 Cortex R 系列，然后接下来我们希望发展我们的1000系列，那么这1000系列我们是瞄准的是 Cortex M8H， 那么我们会发展1000系列，我们会慢慢介绍。那公司主要的任务呢是做技术授权和服务，
那目前 Simcon 呢已经在这个 Security PC 在 HPTV RC and Smart 在 Clipper 在 POS 在 Pebble PC 在 3D 的 Mobile 跟 Automotive 方面都已经有了技术授权。那我们在这个09到2011年这个三年内呢，我们已经新完成了我们 CPU 的这个技术授权，是23+29项的 CPU。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国内已经有35家单位有40多部的这个 SoC 芯片在用这个 Simcon CPU。 那这是我们那个基于 Simcon 的数字建设的这个 SoC 芯片。那目前的这款芯片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了20%，那占了第一位的市场占有率。那么呢，在信息安全方面，无论在游戏 PC、在电子商务、在工具安全、在服务器的加密方面，那么我们都有的这个一些应用。那现在开始呢，就是逐步的采用 Simcon CPU 的 SoC 芯片，在每一年都在逐步的上升。那么我们到今年呢，我们可能会有将近3000万颗左右的这个 SoC 芯片的应用，会用我们的 Simcon。那么在国内的信息安全领域里面呢，这个国家批准的信息安全的 SoC 里面用 Simcon 已经超过了50%，那么去国内的进入 CPU 的应用是第一位。那么工信部呢，在2010年、2008年、2009年、2010年连续三年呢，在这个中国的16个世纪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就是就未来三年你准备采用哪一款这个 CPU 做 design。 那么2008年的我们是4%，那我们在这个5008，那么2009年呢，我们是13%，在第四名。那么去年呢，我们有16%的这个企业呢，就是有意向在未来三年采用 Simcon CPU 做 SoC。那么我们在国内在第二位，那第一位是第二。那我们公司呢也围绕着这个 CPU 呢，申请了60项专项的这个发明专利。那么也获得了这个工信部的10年中国行政最佳的服务资深奖，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的2等奖，工信部的这个金正奖。那么当然就是说，应该看到国产系统 CPU 呢这两年的发展呢，应该是有较大进步。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跟国际领先的水平相比呢，仍然有比较大的差距，特别是在高端的系统 CPU 方面。短期之内还不能满足我国高端智能终端产品的产业化需求，而事实上，高端功能终端产品本身等于50%以上已经在中国生产。那么，我们还是大量进口国外的这个芯片。那么，芯片特别是高端芯片呢，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单项进口的最大的商品，对吧？它超过了石油。其实，石油不是我们国家最大的进口的商品，而是芯片。那么 SoC 的这个高端的芯片呢，主要着重体现在这个嵌入式 CPU 的这个核心 RP 方面。那么顶级代表有 ARM 的 Cortex-A9， 有 IBM 的 PowerPC4000。那我们可以看到啊，国际嵌入 CPU 成功发展模式的公司呢，像 ARM 是非常成功的。那么它主要是提供这个 RP 的授权。那么这个它的主要是建立一个非常强大高效的这个生态系统，有100多家的发展的厂商，50多家的开发工具的伙伴，以及30个操作系统伙伴，有40多家的技术合作伙伴，所以应该说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发展模式。那 IBM 呢，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这个 CPU 的发展模式，它主要是整合了内部的优势资源，上强烈的上下游延伸，提供问题分析、战略规划、系统方案、核心软件产品。像我是指导人在培训的这个全服务的这个产业链，我们呢这个 PowerPC 本身它的架构在超级计算机、高端服务器、网络通讯设备、游戏机、汽车电子它占有第一的这个市场占有率。那么同样，它在这个在 Power 的领域，通过2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年发展，成为越来越多的这个大家就是共享共用的一个组织。所以就是说，嵌入式 CPU 发展非常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稳定更强大的生态系统，
特别是两件工具链的环境以及一种的市场应用。那么我们国家呢，就是在新一代的 CPU 的发展路径上，那么从国务院加强培育发展专业产业决定上来看，明确提出要深化国际合作，那通过国际合作尽快掌握关键的核心技术，提升我国的自主发展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所以我们 Simple 在一千系列的下一代的那个高速高端器的 CPU 方面，我们要走与国际主流技术相兼容的发展路径。因为只有与国际主流技术兼容，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国际主流技术已经建立的这个良好的技术开发与业务生产环境，为我们国家的结构的实际企业呢，提供自主可控的嵌入 CPU 的技术以及有利的这个应用环境支撑。那我们就是 license 了 IBM 的这个 architecture 这个执行机，那么我们会在这个基础上创新发展这个国芯的这个一千系列的这个嵌入 CPU。那么国务院运营办公室在视察国芯的时候也非常肯定，他们希望的就是国芯科技能够成为我们国家国际科技合作的一个成功典范。那么从未来来看，我们呢会围绕着 Top PC 去做 C1000 C8000 跟 C9000 的这个嵌入式的 CPU 提供给这个国内的这个设计公司去使用。那么这样呢，我们希望能够通过300、400跟1000系列的这个构成一个能够成为有一个全系列的从中低端到高端的一个嵌入 CPU 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提供商。那我们会把这个POPC 这个指令系统的这个 CPU 一千系列 CPU 呢，会在中芯国际、台积电、合建跟华虹 AC 呢进行定制化。那么也会建立 Basel 这样的一个 CPU 的一个 SOC 的 design platform， 那围绕的信息安全，围绕的移动存储，那围绕的这个其他方面的工业控制方面，又会把这个 design platform 把它丢了。那么我们的这个一个目标呢，就是说 Simple 在 M4 的指令集基础上会提升到 TOPPC IC 的这个指令集，通过引进文字权改进与创新，围绕着这个中国客户的稳定化的一个定制，为我们国内的这个 SOC 芯片的系统设计企业呢，提供更好的这个 CPU 的这个核。那我的报告完了，谢谢大家。Brand 是在这个节目中单次比赛中获得奖金最高的一位选手。
而 James 连续最多场次获得冠军的选手。当时就这个事件，我们也在新浪微博的平台上进行了一个三天的直播。三天的直播当中，我们最多看到的是沃森比赛当中的一个紧张的气氛。那么在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沃森背后到底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大家都知道，沃森做的是开放领域的全自动问答系统，而开放领域的全自动问答系统是人工智能的长久挑战。那么，开放领域的全自动问答系统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给定计算机的是一个丰富的自然语言的问题，同时我们要给计算机配武装一个广泛的领域知识。那么，我们希望计算机反馈给我们什么？首先，我们希望计算机可以确定知道我们问的是什么问题，也给我们准确的给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但这还是不够的。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人在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给出答案的同时，我们也知道对于这个答案，我们是100%的确信，还是我们凭猜测得到这个答案？所以我们也需要计算机给我们一个叫精确的置信度。这个置信度是用来衡量计算机给出的这个答案可能是正确答案的可能性多高。同样，我们也需要计算机可以解释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认为这个答案是正确的。而最后一点，我们说不干脆的响应时间，因为任何一个系统我们都不能忍受说它一小时之后才给我们一个答案，所以我们需要计算机在得到这个准确的置信度和答案的时候，在小于三秒的时间内得到。那我们概括一下说沃森是什么。沃森是一个可以理解人类自然语言的问题，并且给出快速准确可视的答案的计算系统。同时沃森利用 IBM Policy 的咨询系统，并将它优化，使它可以同时迅速地处理上千的任务。我想我们中国的观众可能不是很了解这个危险边缘这个直接问答节目，所以我们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危险边缘比赛。这个比赛堪称美国历史上最受欢迎的直接问答节目，它得到过28次艾美奖，从第一期播放至今已经将近25年。这个比赛当中的问题涵盖了方方面面，从历史到文学到艺术到流行文化等等等等。在这个比赛中，它把问题分为几大类，每一类当中有5个问题，而每个问题对应不同的分值，问题难度越大分值越高，选手会以抢答的方式来决定谁回答这个问题，答对了问题可以得到相应的分数，而答错者会扣掉相应的分数。大家肯定很熟悉我们中国中二台网台主持的那个开心词典，其实这个危险边缘比开心词典要更难一点，因为开心词典的话是给大家 ABCD 四个选项，那么不用选手得出答案，因为选手如果不知道的话他也可以猜测，而这里面我们需要机器完完全全自己找出答案是什么。第二来说，开心词典的话它不是一个抢答的节目，只有一类选手和主持人一问一答，而这里面沃森需要跟人类选手去抢答，那么他就需要非常短小的时间。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是我们在危险边缘比赛中选手们常常会看到的一个题板，这个题板里一共有30道题目，而把这30道题目被分成6个大类，每一大类有一个标准评分，一个是说它是科技类的问题，第二类是说它是电影经典的电影台词，而每一个问题它有一个分值，从200到1000分不等，分值越高的话难度越大。在比赛的时候，当选手选择了一个问题之后，主持人会念出这个题目，在念出他念好题目之后，由选手去按照按钮去决定谁来抢答这个题目。那么答对的话，他会得到相应的分数，答错会扣掉相应的分数。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危险边缘这个挑战可以很好来证明我们这个方法是在向着正确的一个人工智能自动问答方向关键技术的发展呢？因为它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说在危险边缘里面，它的问题是那个覆盖领域非常广泛。这边右边我给出了5个在危险边缘里面的题目，大家可以看，第一个像音乐类的，第二个是疾病，然后科学、文学和体育类的，它的方方面面非常广泛。第二是说他问的问题是用非常经常会有一些复杂微妙的语言，而且问的问题完全是人类的自然语言问题。大家可以看中间那个价值1000分的题目，这个题目他问的说，这个世界不需要平跳无常，它是黑洞的边界，任何物质都可能从那里逃脱。其实这里面我们可以看说，我知道这个世界是一个双关，它不是指我们平时说的发生某一个事件，但是这一点让计算机去理解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第三个是说，它需要有高度的准确。
确率，因为我们统计过，在这个危险边缘的比赛里面，人类的冠军往往可以答对75%到80%的问题。所以，如果计算机想要去战胜人类的话，它也需要有较高的准确率。第四是说精确的执行度，因为这个比赛当中它是要抢答，而答错了题目是要扣分的，所以计算机不可能盲目的去抢答它知道的任何一道题目。对于它得到的每一个答案，它需要去衡量一下，它有多少多高的信心它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只有当它有足够的信心的时候，它才会去抢答这道题目。最后一点是我们需要充足的反应时间，因为大家可以看在比赛中，基本上是当主持人念好题目之后，一两秒之内，人类选手一定会去抢答这道题目，所以计算机也需要在一两秒的时间内得到一个答案。那么，在我们介绍了危险边缘这个比赛之后，我们就看看我们背后关键的技术是一个什么样的。首先，大家可以想什么是计算机觉得困难的？大家知道说，计算机程序从本质上它是非常适合于说显示的、快速的、严格的对于数字和符号进行计算，但是我们人类的语言却不是这样。我们人类的自然语言往往是高度的向上面相关，有歧义的，非常模糊的。其实，在我们平时的日常对话当中，我们说话包含了很大的歧义性。但是，我们人类有这种非常自然而然的，可以利用背景知识或上下的相关知识，会把这个歧义解决好。但是，这个对计算机来说是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大家可以看说，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说 X 出生在什么地方，那么如果让计算机做，它会怎么？计算机的话，我们会给它建了一套数字的表格。这个表格有两项，有两列。第一列是说它人是谁，第二列是兄弟是谁。那么当计算机去回答这道题的时候，它会去用这个关键字 X 去搜索说哪一个人物匹配这个 X， 然后去找到它相应的兄弟是哪一个。但是我们常知这种是结构化的数据，而计算机是非常适合于处理这种结构化数据的。但是我们人类自然语肯定不可能这么说的。我们可以看一下人类的一个自然语言会怎么说。他说：“一天，看着沃尔沃的城市风景，奥托选择了一幅水彩画送给爱因斯坦，以此来纪念爱因斯坦的出生地。”其实读了这个自然语言，我们人类会很容易的推断出说爱因斯坦出生地是在奥托。但是对于计算机的话，他要理解这一句话传达这个问题，他就需要做许许多的事情，他要做句法分析、词法分析。然后去猜测每一个词它可能的意思，然后把词与词之间的关系像两个连接起来，然后去回到问题上，找出最有可能去回答这个问题的答案。他需要知道说水彩画纪念和某一个人的出生地是有关系的，这个是计算机的最难的地方。我们可以看一下下一个问题，说他会问说 X 管理哪个机构。那么我们也是有一句话说，如果领导是一门艺术，那么杰克贝尔在通用电器的业绩很好地证明了他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其实这句话也是说告诉我们，有通用电杰克贝尔他管理的通用电器。但是如果要计算机来理解这句话的话，他就要去找到说领导和艺术家跟这个管理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也是非常难的。我们可以看说，因为在危险边缘比赛中，它的问题分布非常广泛，所以我们不可能去尝试为每一种类型的问题建立一个数据库，我们也不能去建立一个形式化的模型，为这个世界建立一个形式化的模型。其实我们曾随机抽取了危险边缘历史上的2万个问题，然后我们做了一个统计，这个统计这么多做的，说对每一个问题，我们去标注一下说这个问题它期望得到的答案是什么类型的。比如说有一个问题是说，在危险边缘开播的时候，谁是美国总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标注说，这个问题它期望的类型是美国总统。经过这种标注的话，我们发现，对于这2万个问题，我们标注出了2500种不同的类型。而在这2500个不同的类型里面，它最出现最频繁的问题的类型，它的频度也是低于3%的。剩下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看说，这些问题的分布显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长尾效应。从像报纸啊，像什么作家这种类型，它的出现的几率几乎是一样的。而如果我们想建立一个模型，说覆盖最频繁的一些问题的话，大概也只能覆盖10%到20%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想去建立一个数据库来做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在沃森背后，我们用到的方法是说，这里我们可以用一句话就来概括说，我们是重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来分析大量的原始文本，然后我们。
利用一些结构化的数据源，比如数据库跟知识库，来提供一些背景知识，帮助我们来解释这个自然语言。我们可以在介绍沃森的最整体的架构之前，我们先想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的最基本的方法。可以说，我们用一句话概括，说我们对于所有问题，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不同种的可能的自然语言的解释，然后我们会去做大规模的搜索。从搜索得到的资料当中，我们会生成很多备选答案，然后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估这个备选答案是正确答案的可能性。这边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这也是备选员当中一个问题。他的问题是什么问题？他说，在细胞分裂中，有丝分裂分开了细胞核，而胞质分裂分开了包围在细胞核周边的这种液体。那么看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会提取说，这一个问题它期望的一个答案的类型是液体。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会将这个问题进行多抽取一些关键字，然后到大量的数据源去搜索一些相关的文本，然后我们会从搜索到的文本中提取出很多可能的备选答案。比如说我们这边通过搜索，我们会得到一些备选答案，例如像细胞器、细胞质、液体、等离子体、线粒体。那么对于这每一个备选答案，我们都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去评价这个答案是正确答案的可能性有多高。比如说这边我们可以给个例子说，这也是我们在沃森的算法中用到的一个比较关键的维度，叫判断这个答案跟问题所期望的类型是否相匹配。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要去判断说这些备选答案当中哪一个答案是液体。那么其实去判断这一个维度的话，我们也会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假设我们这边要判断说细胞质是不是液体，那么我们可能在一些背景资料当中，我们会得到说细胞质是一种包围在细胞核周围的流体，那么我们就需要判断说流体是不是液体。这时我们就会有两种，我们也会有多种方法去判断说流体是不是液体。一种从经常通用的方法说，我们会用一些定义的非常完善的一个流体结构，比如说我们这边会用到一个沃尔代流体，它定义的就是世界上所有一些概念词汇和它们之间的关系。那么在这里面会我们去尝试去做搜索说液体是流体是不是液体，同时我们还会用一些文本拉扯的技术，比如说在很多文本当中有些人会提到说流体是一种液体。那么这种是说我们有两种判断标准，可能从 WordNet 我们是说找不到说流体是液体的证据，我们可能给一个分数是零。那么在文本拉扯里面，我们会找到这个证据说流体是一种液体，那么我们会给一个分数是 yes。 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种方法将这两种不同的评判去综合起来。这里面我们用到的就是一个统计综合的方法，我们用一个预先学习好的模型去拍到这两个维度上面，然后将这个分数综合起来。那么这里面可能我们这沃森经过学习知道说文本挖掘得到的结果比 WordNet 得到的结果更可靠，所以我们会给文本挖掘一个比较高的权重，将这两个分数综合起来，那么我们就得到说细胞质是液体的可能性有 0.2， 就是一个正的值。那么这一张图我们就可以给出说，就是我们沃森背后的一个整体架构。沃森是我们就是来参加危险边缘的一个系统。那么在沃森背后的技术，我们称之为深度问答技术。大家知道说，我们刚才强调过，自然语言是非常模糊的、有歧义的、上下文相关的。所以计算机要去理解自然语言的话，它需要去找出所有可能性来解释我们自然语言的问题，然后去生成尽可能多的备选答案。所以我们在设计这个深度问答系统的架构的时候，我们需要考虑最关键的一个基本能力，就是我们需要能让这个系统能够去找到用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个问题。然后对于每一个找到的备选答案，我们又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去评价这个答案是不是正确的答案。同样，我们在设计这个架构的时候，我们也需要考虑到说，我们这个深度问答技术是要可扩展的，同时也是要支持互操作的。所以在这个架构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个叫友谊码的框架。友谊码全称是非结构化的信息管理平台。它最初也是在 IBM 研究院所开发的，现在已经贡献到开源组织。它是这个自然语言处理和多模型分析的一个 OASIS 标准。那在友谊码的框架里面，我们每个小算法都
都会被实现成友谊码里面的一个小部件，然后会有友谊码整个的货架将这些小部件串联在一起。所以这里我们可以来仔细看一下，说我们每一个部件都是在做什么事情。这边第一步说我们先有一个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过程啊这个深度问答系统第一步要做的说我们要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这里面的分析里主要涉及到我们对问题会做一个语法分析、语义分析。语义分析说我们对这个问题是要做一个语义标注，去识别出这个问题里面所涉及到的所有的时间、人物、地点。还有我刚才提到说对于每个问题我们都要分析出这个问题所期望的答案的类型是什么。所以我们这边主要是在这个问题和主题分析里面去做这件事情。那么第二步叫问题分解。因为在微信边缘里面会有一些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叫它是递归的问题。这个递归问题往往是这样说，它一个大的问题里面包含了很多小的问题。那么你想得到大的问题的答案的时候，你要需要先知道小的答案。所以说这是一个嵌套递归问题。对于这类复杂的问题的话，我们会对这个问题做一个分解，把这个大的问题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的问题。所以在第二步我们这边叫问题分解。在问题分解好之后，每一个得到的子问题都会去进行下面所有的流程。那么第三步我们这边叫假设答案的生成。这个是说对于每一边在第一步我们对问题做好分析之后，在这个假设答案生成的时候，我们会对每一种对问题的理解进行一个大规模的搜索。那么这里面我们要强调的是说，沃森在比赛的时候是不联网的，那么他在搜索的时候他会我们他搜索的知识源主要是在之前我们都放到沃森大脑里面的，它主要包括一些百科全书、互联网字典，还有一些结构化的知识，比如说我们先常用到的 IMDB 的一个结构化知识，还有一些地理类的知识，都是预先放到沃森的头脑当中去的。这边进行大规模搜索之后，我们会从搜索得到的段落当中去提取可能是作为答案的断言。所以这边我们叫备选答案的生成。在我们生成好备选答案之后，我们第四步叫假设答案和证据的评分。那么这一步的话，就说对于我们这边在第三步，我们可能会得到其他的备选答案。那么对于每个备选答案，我们会从不同的维度对它进行评分，比如说从它的类型，从它的上下文跟问题是否匹配等等，我们会进行评分。同样，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叫证据的搜索，是说我们对于每个备选答案，我们会再去更深度的去搜索一些可以支持它的证据，然后利用这些证据做一个深度的评分。所以在我们沃森的系统中，我们大概用到了有100多个这种不同的维度去对这个备选答案进行评分。在第五步的话，我们叫综合，是因为说在第二步里面我们做了一个问题分解之后，如果把它分解成几个子问题，那我们在综合这一步就要把这几个子问题的答案综合起来得到一个大的评分答案，所以我们会需要这个综合这一步。那么在最后一步叫最终置信度的合并和排序。大家知道在前面我们得到的结果是说我们可能有几百个备选答案，然后对于几百个备选答案我们又从几百个维度对它进行评分，那么我们就需要对这几百个维度的分数进行综合，得到一个最终的分数。那么这里面我们用的是一个机器学习的方法，我们通过对于历史上这个备选边缘问题的和答案，我们进行一个学习训练，得到了一系列的模型。这些模型就是告诉我们怎样将这些不同的维度去综合起来，得到一个最终的一个置信度。那么我们得到了对每个备选答案，我们都会得到一个最终的置信度。那么置信度最高的那个答案，就是我们沃森会得到的一个正确答案。那么在这个比赛当中，沃森又会去看说这个答案的置信度是不是高于一个阈值，如果高于这个阈值，他就会去抢答；如果低于的话，就会去放弃。在我们这个比赛当中，我会提到说一个置信度是说，因为我们在比赛中会有一个游戏的策略，因为沃森要去决定说什么时候我会去抢，什么时候我不会去抢。那么假设说我们看到这样一个问题，沃森得到五个答案，对于第一个答案，它的支持率有90%，那么沃森肯定会去抢这道题目。但是如果对于第二个，对于这个问题，它的支持度只有19%，那么可能说沃森就要根据形势，看一看它的分数跟其他选手分数之间的差距，然后来决定它是否去抢这道题目。这个是我们一个技能曲线，大家可以看到说，在最早，最下面一根是我们一个基本的性能，
在2007年我们第一个版本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提高，然后在又过了2年，可能到6、7年我们又有一个深入的提高，但是当性能达到了一定的情况的时候，就再往上提高一点都是很困难的事情。那在最后是蓝颜色的时候，我们那两个就是蓝点和红点，是人类冠军的一个性能的一个云，所以在最后2010年我们一个版本的时候，终于就可以插入到人类冠军这个云里面去。这边是说，刚才我可以看到说，这个整体架构说对于每个问题，我们有多种解释。然后对于每种解释，我们要搜索几百种数据源。对于每种数据源，我们有产生几百种可能的答案。然后对于每个答案，我们可能从几百个维度去评价它。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对于一个问题，我们需要的计算能力是非常强大的。我们最开始将那些别人的问题放在一个单核的2.6G 的机器上，需要2个小时来回答这个问题。但在之后，我们把它部署在 IBM Power 7的集群系统上，用了纽伊曼 AS 这个框架。沃特森在2.2到6秒可以给出这个答案。这一页给出了说我们部署这个 IBM Power 7集群系统的一个硬件条件。我们主要是部署在一个有10个机位的一个90个 server 的 IBM 750系统上面。这个每一个 IBM 750的服务器有4路8核、32线程的一个3.5G赫兹的一个 CPU， 而这整个系统里面是共享了16TB的 memory。它的计算能力大概是在80万亿次每秒的浮点数。同样，大家可以想象说，其实我们的沃特森不是部署在一个非常昂贵的巨型计算机上，而只是这样一个 IBM Power 7的一个集群系统。同样，因为 IBM Power 7集群系统，它的一个处理器的核心带宽是非常高的500GB， 所以可以保证说，我们这种在计算的时候，数据调动是非常快。最后，我要重点介绍一下说，我们这个深度问答技术的一些应用。其实，在很多领域都会用到一些这种分析决策，比如说医疗领域、电子领域、消费领域跟企业知识管理的商业智能领域。这里面可能我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医疗领域的应用。在医疗领域说，大家可以看到说，第一点应用可能我们可以考虑的说，可以辅助医生诊断。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说临床诊断其实是一件不困难的事情，因为相同的病，在不同人的身上，他可能表现的症状是不一样的，而不同的疾病，他有时候可能会表现出相似的症状。当医生他在去做诊断的时候，他可能会需要考虑说，这个病人他以往的生病的历史，他现在的症状，他家庭的一些疾病史，或者比如说家族史，还有一些要靠自己在医学院学到的一些知识。但这些知识有时候往往会过期，因为医学知识更新非常快，所以医生可能还需要一些科研的论文。那么医生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就说我们去看门诊，医生会在1-2分钟之内就会给出我们一个诊断，但其实他在给出诊断的时候，他需要非常非常大量的信息，这个对于医生来说是非常困难的。那么其实我们这边有一个叫 Dr. Watson， 因为 Watson 是对于擅长分析这种大量的信息，把它综合在一起得到一个答案的，所以我们这边希望有 Dr. Watson， 他根据这些信息给出一个可能的诊断跟深度。这个在我们美国这边 Watson 的实验室做了一个最初的版本，就我们这个最初的版本说，我们可以给个例子，是说如果我们给这个 Dr. Watson 一些这个疾病的特点，比如说告诉他说有一个人，他是居住在这个康涅狄格州的居民，他有关节炎家族史，他视力模糊，那么这个时候 Watson 给出的一个诊断就叫蓝病，并且他的置信度是73%。其实这个时候，如果对于医生来说，很多医生说看到视力模糊，他可能就诊断到什么红斑眼这个其他疾病。那么其实这个康涅狄格州的居民这一个条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说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蓝病它其实常发于这个地方的居民的，所以说如果有沃森的话，它起码可以给我们多提供一种可能的诊断。最后一点说，我们沃森也是可以帮我们来回答一些临床问题的，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循证医学是医学医疗领域中非常热门的一个领域，因为循证医学的目标是利用最新的科学研究成果作为临床证据，指导临床医生可能最适合的诊断治疗方法。那么临床实践里的那个循证医学最大的途径就是说，医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进行证据的查找、过滤和评估，同时呢，在我们病人其实也变得越来越聪明。我们其实现在从我个人来说，我去医院之前，我自己都会去网上去找一些证据，然后我希望我跟医生探讨一下，可以共同做的这个决策。所以说，我们病人也会需要这个临床证据。那
那么我们希望就我们现在这中国研究院我们也在做这件事情，就说我们可以帮助医生来做这个临床证据的查找。比如说如果医生有一个临床问题，他是问说对于患有二型糖尿病的怀孕妇女使用胰岛素泵是否比传统的治疗方法更有效，那么我们希望沃森是说他去找了很多的资料之后，他会告诉医生说综合新西兰杂医学杂志上最新的成果，然后证明这个是有效的。就是说首先说我们答案是需要说他告诉我从哪个杂志上找到的，那么我们可以评估说这个答案是不是有效，然后他可以很明确的告诉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在近两年我们的安全中研究院的一个研究方向。这是我今天所报告的。